那像你牙签，滚！好久没拍梗了，那拍一个。最近 B 站有什么梗？握得很大，你要忍一下。恶心，过。三句话，三句话太短，过。刘华强买瓜。嗯，这个可以有。你要怎么拍啊？换个 BGM 就能拍。什么 BGM 啊？妹子，这个西瓜多少钱一斤？2块。8块。你故意找茬是不是？你又说你要不要吧？帮我挑10个。一个30斤，240，10个就是2400。你这个秤有问题吧？你就说你要不要吧。全都要。我觉得不行。我也觉得不太行。换一个吧。换。这些年一个人，风也过，雨也走。哎，胖头鱼，阿强，毕业这么多年不联系，原来你在这里卖西瓜。对呀，阿强，买一个回去呗。行啊，这瓜多少钱一斤？就算你10块吧。10块。10块。对呀，你就是你要不要吧？挑一个。20斤。不是，胖哥，你的秤。哦，搞错了。22斤。哎，哥们，这瓜多少钱一斤啊？20。你能拍点人看的东西吗？我尽力吧。那走吧。这道题爷爷也不会啊。哥们，你这瓜多少钱一斤啊？2块。你这瓜好熟吗？叔叔，我们不卖生瓜蛋子的。你看把孩子都饿成什么样了，赶紧的，快帮叔挑一个吧。哎，孩子跑了。不少，20斤，40块啊！微信给你转过去。微信收款0.0元。好的呢。我孙子呢？实在不行就算了吧。